始说一些只有两个人知道的事情了，说假话了，哎呀，讲点小秘密了。一回来就说这事儿。Melody 回来了哦。哇，带了花花。我去开门吧。你。我开吧，我开吧。是吧？应该是 Melody。哟。信号，信号来了。Hello， 哎 ，Hello， 怎么又多了个箱子？没事，我懂的。你们开饭了吗？还没啊，正在准备食材。哦、那还好，那还好。就是突然有追求者表白？啊、哦，没有没有，我买了一些花。但我们好像最不缺的就是花。但是我就想买，怎么了？啊。这一句哇哥们儿太抡了。但其实这感觉也是甜的，打打闹闹的，吵吵闹的啊。Hello， 欢迎回家。哇 Hello， 我自己买的。我还想是谁送的。我觉得是送的。怎么可能，我今天就是下班了之后回家拿了个行李，然后在家门口刚好看到有卖的，对，就很多很好看的花，然后我就挑了一些，就特别搭，是不是？对，跟我们整个超级配，美了美的。其实这种感觉挺好的，有一屋子人等你回来。哎，回来了。Hello Hello Hello， 不好意思来晚了，今天有事儿，忙不完。Sorry Sorry Sorry Sorry。需要我干什么吗？买了一个跟你们不一样的东西，我没买火锅底料，我买了吐司回来。你买那么多不底，我吐个丝。哎，真是。我超级喜欢。你没有吃过热的？没有。哦。有一家店有热的，哇，简直了。我没有遇到过，下回有空我买得到，给你买一个。等你带回来的还能热等，我可以不看着切。可以不看着切。这个真情实感了，这个切，这种是现实生活当中可以发生的事情吗？马总那意思，你少给我装蒜，我啪啪啪。刚刚那个眼神真的很炸，那个那眼神就吓到。嗯，对。就是马老师，我要练一下，我要练。典型的那种奶凶奶凶的啊。不奶，我觉得都已经那个就不奶了。就凭你，买吐司是不是？我全给你剁成沫沫。你吃面包渣去吧，你吃。这波很明确了啊，
说实话，我对马董的好感度比上一集好很多，比上一集好了。他其实还是喜欢的挺明确的，对，而且还蛮 man 的。所以真的就出于礼貌，第一期应该就是。来吧，赶快继续看看后面来。